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又到公益车了。这是我们这个月的公益车，2002年的阿提斯71.8的，客人专程开上来给我的。啊，我们放的比较久，你看，我们真的不是说，哎，我的车为什么那么久，这种都没有，因为真的我们都放比较久，你看，厚厚的一层。来，那你猜是什么颜色？银色。银色没错，一样有一些战损哦，不要叫卤丢。但是上看到这里都还好，这一点还有一点点这个啦，这可能就是人打开稍微敲到啊，这个是防撞胶条，这是屌啊好把劲啊，这个没有，这边有一个小酒窝啦。好啊，前保杆也有小刮痕，这边它有点过漆，两个大灯比较黄的，可能就要处理一下。好，叫姐姐去扩大。哎，这样画还蛮清楚的。这我看起来是有点猫掉了，我不晓得你看得出来吗？好像有一点，对不对？这边有一点小酒窝，这边就酒窝有带一点掉漆，然后有点漆，之前已经搞积水，然后刚好破了一个洞。蕾丝椅套嘞，好啊，我们放比较喜欢三高体啊。有啊，看到了那边出入比较多，这个没有气囊，冷气不够冷，可能要检查一下啊。这个是最原始的拉力油，哎，这个好的哎，我们通常都坏掉比较多。这个海绵宝宝贴纸。旁边背包还有那个，对，好像是机箱嘛。这个你看，这个就会这样，这个就稍微会这有没有？太阳晒，它还是会一点点。好啊，里程数跑23.7万。好，后车厢打开。啊，哎，它前面的椅子反而比较漂亮，虽然有坐的痕迹，可是最少没有破损。你那边的应该还不错吧？也还好，就一点点。后车厢打开，好，没有漏水，这一块没有塞沟，就是表示没有漏水。总主要是严谨的那一块严谨，对吧？好。外表跟李燕一样，都是厚厚一层灰，还蛮吃的。你看，先洗一洗，再检查了，有可能是这样。叫麻烦泰山再开个几天了。那来真的，我要测试了。对啊，啊，反正变速箱这边是蛮干净的。来，来切开号码好不好？哇，看起来都是从上面下来的啊。我们不用看了，不要浪费时间，我再请技客出来好了。哎呀，湿的湿的湿的，哇，湿的很彻底哦，很弄走哦。破了，哇！这一台真的漏到整个都是，我这样怎么看？到时候真的要洗一洗啊！另外一边全弄走干的，太好了。这里也破了，有没有？干干的，所以这边应该是没有漏。你看这边有间隙，哦，这有多啊？对了哈，这都应该没错吧？不是我错解了哈。对啊，啊，另外一边呢？那块没有，一样的，没多啊。对了，没有那么明显。避震器好的，这个有晃了。的新的啊，这边也新的，这应该是轮速吧？对，我记得阿提斯的油管要捏一下。对，这边竖的地方会不会裂？因为这个很容易，久了就出来了。鸟盖基本上都干的，但是这一边全部都湿的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嗯，这个盖子可能要优先处理。那前面呢，有可能是 VTEC 的垫片可能有漏。啊，一样，到时候先洗干净，因为这个下面漏得太夸张了。然后再来冷气管，有没有？这个很明显，这个冷气管这一边跟这一边的颜色是不是不一样？你如果没有漏的话是像这样，啊，这一只可能有漏，所以可能冷气管到时候先把这个拔起来，偶令先换掉，然后加压试一下。其他的就是看一下引擎脚套，好像都换过了。啊，水泵补有在漏了，所以水泵补基本上是要换。洗车。洗车我会。冷气不冷，冷气真的不冷哦。我刚看了一下轮胎，轮胎前面还蛮新的，前面是没有记错是2022年的，后面是2019的，会比较老一点。他多少刚刚有接线啊？爽，可能练了些啊。他写练了些啊？有啊，这个可以拿掉了。对啊，可以啊。对啊，那很久。好了。而且快吧，直接给人家弄掉，拖东西我最快的，简单粗暴，可比做法粗暴好用，粗暴好用，啊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可以可以。欸，他这个不会动哎，好的嘞。哎，对呢，那可能就从小就开始包了，只有这两个，一按呢，哇，这两个点，常捏的变亮了，听起来这台可能就是处理的物件啊，不会太多了。两个连杆嘛，漏油跟水箱跟水泵浦就这样而已。还有传动轴啊，大概是这样嘛。还有冷气，冷气比较麻烦一点了，啊。这大灯是有 auto 的嘞，还有我们装的 USB， 可以充电。这是舵杆，两只，因为右边的间隙比较大，左边有一点点，就顺便换掉。这个是防尘套，
传动轴了，就只要换防尘套就好。对啊，他只要换套子就好啊，套子破而已啊。来，空气芯，那它没有冷气芯，它的水泵浦，水泵浦新的，水泵浦新的。对，那我们就先来拆吧。我们这个有漏油了吗？嗯。我们把它拆起来换螺钉。这个是 VTEC。VTEC。可变的阀门。这个阀坏掉了，那从这边漏啊。正常是要合在一起的。我拿一个阀门，一样是可变的，也是 Toyota 的，给你看。正常要是这样，规矩。哦。有没有？它分开了，所以它从这边漏，所以要换整这个。今天用不完。今天用不完。今天这个就要拔一。对，今天这个就要拔。今天这个就有得拔，死定了。出来吧。哎。泰山来，你终于有事了，扶着。我扶着，我扶着。哦，这个机油没有在顾，整个都是机油油泥卡住的。卡住。整个都是油泥卡住的。对，看得出来。还有很长一截。还有很长，它有三十公分哦，看。来，是不是很长？我们刚刚看到这里而已。对，是后面还有一节。你看这个油不是没有定时换，要么就是油品换太烂，它整个卡在里面，不然不会这样子分离。可以了，有没有？正常要这样这样。这个就是油孔，有没有？它会开关开关这样。再来就上水管。那是油管，对啊，变速箱自排油管，冷却的，它过水箱里面冷却。这边应该还有一点水，你看这里，这就是水从这边喷出来开始渗了，粉红色的啊，因为氧化不会是粉红色的，氧化是白。对啊，这一卡应该是原厂到现在，哦，这个盖子好的，这个头没有掉，嗯，这个有换过。再来就拆风扇，就检查一下风扇。哦，这一颗还是原厂的马达，很好，没有什么间隙。这个就先放着，我们来换水泵浦吧。要换这一台水泵浦，一定要拆发电机，就是拆发电机，对，很厉害。发电机拆起来，你就会觉得空间够了。这个有年纪的车拆起来都特别小心，因为下面那个座会呼吸。这个没对。好了，这样就比较好拿了，然后就不用拆到上面。再来就拆皮带，哦，真的卡得有紧，都已经这么松了，还不能用手转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。来看这根头令是不是扁掉了？你看，整个扁了，已经不是圆形了，中间这边已经变成平的。嗯。正常应该要这样凸出来，要凸出来。对，刚刚整个都平了。啊，上面漏的，上面那个盖子，有没有？后面要封的那个盖子，皮带都还不错，有没有？嗯，也没有裂。来了来了。哦，这次好很多。来，你看这个旧的用这几个点，有没有四个点？嗯，这是整片的，三片。嗯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你看这个 O-ring， 新的，嗯，平掉了。但是这个 O-ring 不是漏油的主因，主因是后面这一节，这个分开，分离了才漏油。好了，哎，再来就是要清表面，然后这颗水泵浦这边好像已经开始漏了。应该从新车到现在，哎呦，这次有副螺丝了呢，多一根，因为有一根要改，这一根要改，有吗？嗯，这一根它原本凸起来的，嗯，改成这个，不对呢，那这一根，这一根也要改，这个跟这个要修，改两根哦，所以我还是要找，还是要找一个，先锁螺丝，锁锁好，哦，正下方那一只可以，所以应该不用改。就把这一只应该锁在正下方，所以它只有负一只，就这一只比较短，其他的锁进去都差不多长。
水泵补就可以了。渗出来，如果有渗，那就一直滴了。因为我们有锁，所以它渗的话就是用滴的。它如果有破洞的话，它如果有沙孔就用喷的。下水管也没有，这样就 OK 啦。现在要拆传动轴，传动轴这一边内侧，然后方向机，方向舵杆。布在这，有没有？有。好了，换套子吧。哎，没有油，完全没有油了。哦，这只很紧，这只不用换。好了，有没有生气哦？一样生气哦，先生。最后一道就是剩加油跟水。对，没错，都没有漏，再确认一下，这边没有滴水。凉机油够不够？然后换烤耳，最低点在这。对，很好，头塔的量很好抓。从交车日交车开始算保固，谢谢支持。好，上吧。非常的顺，太好了，感谢森帕斯啊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 S 三，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先来测冷气啊，我们把它打到250。这个结合处，我把它喷满。压缩机，尤其是前面这里，如果都没漏，就知道等运转。来，我们可以看刚喷满的有没有接头，接头都没有漏，管子稍微把它喷湿，有漏它就会有迹象。然后再来就是冷排，接头也没有漏，正常会漏，你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。然后再来就是换水。压缩机漏喽，接缝那一条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好了，啊，找到了。这样，这只是其中一个，可以换了，都已经缺角了。看一下它的间隙，哦，它已经12点多了，还不到12.5。间隙十一。对啊，间隙十一啊，它已经12.225啦。哦，你看第二缸的间隙超大，这个就不用量了，这个太大，这个比第一缸的还大。所以抖动是有，有可能是这个，对，连我间隙已经不对了，新的，是战斗，第一缸整个都斜了，到现在1个多小时，已经掉一个了。那我们等下装好之后，也要再弄1个多小时，它没有动，我们才有办法灌冷媒。
如果还有肉，就真的只能拆风箱了。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子，用球了，球车子风箱一定要好的，不要再拍了。好很多了，这样可以接受了。有没有阿挡最麻的？整个水温呐、啊，那这个我就可以泄压了。为什么风扇会转？哎，停了。不是啊，风扇怎么会转？开冷气哦。没有啊，风扇正常是不会转啊。不会吧？要用电脑看的。哦，这个好了，温度有了80度。我们加压吧。好了，转了，烫的非常烫，变96。对啊，95对面。那等一下再让它自己转一次，我们就可以熄火了。差不多了，96度就要转。转了，57啊，95停了，水没问题啊。对啊，水好了。啊，散冷气。啊，要拆压缩机啊，又要再拆一次。好了，这样就下来了。哎、欸，这个糊掉很冷白，有吗？你可以摸摸看，这個、一摸就感觉糊起来了，对吧、啊？这個、都是整个碎掉了。你看，有吗？随便一敲就下来了，你这可以留下来舒压。好好，留给你，留给你，留给你啊。这三颗换掉。后面这一块看起来是没有肉，那、啊、你看这里应该也有肉，哇，多这两根，他应该不会我装上去要叫我拆一次，不管了，先把这两只弄掉，试一下它离合器是不是好的，我正常碰它它要会掉，有吗？好，那离合器是好的，这一颗螺丝太长。锁下去钻到这个洞，螺丝过不去，是不是被整死？精彩吧？精彩，精彩。哎呦，冷排，冷排先。现在洞对不对得到我不知道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的开心？看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啦，我骗你这干嘛啦？冷排是对的吧？不知道，明天一起问。我现在已经头很痛，换那个，该死的。拍过，拆装都拍过，拍也不止一次，是不是？修车就是这样好玩，好玩就是在这。死定了！啊，把这个金属上点油，看会不会好一点进去。哎，是不是有差？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急，这个不能这样硬锁，这个硬锁我们都白费了。好了，好了，没有漏，一下就到了，是不是很快？我挂个记号，好，有没有？等一个小时。对。好了，还要锁机。压缩，不要再玩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压缩机看表就好了，不要那么快，不要那么快就死掉。已经过一个小时，应该是都没有动。他、啊、昨天那个马上就掉下去了，所以那其实不用一个小时它就掉。再来就要看蓝色的表，这边有一个记号，有没有？我每一次抽真空都抽到这边，半个小时后都没有漏就可以灌了。糊满，这样水就 OK 了，那就等冷气。
现在时间4:10，差不多半小时了。来，灌了没？灌了没？希望不要有意外。这样里面就没有空气了，这样冷媒就打进去了。所以冷媒，除非它漏掉，对啊，不然它基本上都会一直都会在。对，我以为冷媒是会消耗，自然消耗就对。对啊，发动开冷气，然后发动冷气，干还是没有按钮坏掉，然后不是吧？好，最能太散，这个是怎样？等一下，它还是现在是怎样？它没坏，只是需要温柔一点而已。我已经很温柔了，要跑一下，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。天气比较冷呢，我们会灌液态的进去。天气热的时候会是气态跟液态一起。所以你现在假设灌到标准的嘛，它到时候天气热就会太高。那现在里面应该冷，冷的，对不对？冷的，会痛的那种冷。太冷吗？这个就不用温度计了吧？用手就可以了吧？那你看压力表，这个就是正常的压力表，它指针不会这样快速抖动的嘛，快速抖动就可能有地方堵住。那它的压力基本上现在就是算都算正常的，2.5公斤，然后这个在180，快到190。那油门吹下去呢，它高压就会往上，低压就会往下，然后冷度到了它就会跳掉，然后等一下就会再打，好吧？然后压力就会过200，但是不能超过250。只要冷气是正常的，用手摸其实就会知道。那你摸久你就知道哦，这一台不够冷，那这一台是可以的。冷气就是花时间，你看光冷气这个我们拍了多久？2天。对啊，所以以后不要弄冷气，冒汗。这不是冒汗吗？要出水了。什么？出水？这样就一定够冷。好冰哦。好吧，那这样就可以拆了。好，那也就美容啦。耶、yeah, ，公益车 ，Premio， 捐款。这次的公益车，我妈妈建在这个台湾法人华山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。他们这次有年菜啊，过年年菜一份900啊，请如果有能力的话可以认捐一下。好，感谢大家。好，这次捐的金额是65000块，所以是分开是21666。好，耶、yeah ，好了，这次公益车已经处理好了。包含美容都做好了，好做了3天吧。啊，保养项目大概说一下，到时候这一张一样会公布哈。机油、机油芯、空气滤芯、水泵浦、水箱，好水箱筋、方向机舵杆、内外的方程道，好压力开关哦，压缩机也换了啊，冷排也换冷媒、活心塞，哎，整体这个都新的嘞，大保养都做好了嘞。以托塔来讲，这换了去，哎，再占23万了，没有问题了。
外表是原本这样啦，现在洗完应该会比较干净的一点点啦。到时候如果你有喜欢这台车有飙到的朋友，可能就看一下，可能就斟酌一下，因为它格子有点比较看得出来，有点麻麻的。外观我们就没有特别的去弄，我记得那个轮胎说还蛮新的啦，外表我不敢保证啦，如果是引擎的部分换了这些东西应该可以撑很久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的，短期之内应该是不会再用到什么东西的。如果真的喜欢就可以直接按下去的，没关系。2002年的 Artis 好公益车，对啊，还有我们做的USB 充电，对，那是直接用赠送的。反正我倒这台车好，把人倒去不如倒回公益车，我每做一些公益。好啊，喜欢的话记得哈，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，耶，拜拜。啊，这张记得吗？铺上去，耶，拜拜。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，开关好像这个，对吧？这是啊 ，Tape 啊，卡带的，这才有 Tape 哦，它有 Tape 跟光碟。我等一下问你，两个同时进去，它读哪一个？如果两个同时这样一起进去，进去的话，就好像不是要鹦鹉嘛，然后左脚说欢迎光临，右脚说谢谢光临，那两只脚嘞，你那边好，那边吓死哦。哈哈哈哈哈，还是叫我讲，你我讲的啦。